兄姐妹早安，早。早上我们要用赞美还有诗歌进入神的院来敬拜他。现在我们一起拍手来唱新天地，各位会众起立。
各位弟兄姊妹，主他没有应许天空长蓝，也没有应许我们成为基督徒后就永远平安快乐，没有苦难。我们在地上虽然有苦难，虽然有不好的环境，但是我们能胜过，因为主说他永远与我们同在，因为我们永恒的盼望他设立在天上。弟兄姊妹，你是否曾定睛只看天上的主呢？你是否坚定你的盼望，坚定你的信仰，好不好？让我们来感谢赞美主，再唱一次这首《天上家乡》。有一个永恒家乡，有一个生活，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主的爱是何等的温暖，主的爱是何等的有盼望。我们思想每一天是不是一直自己坐在自己生命的宝座上，没有将主权来交给神，好不好？我们就退下我们生命的宝座，让神完全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坐着为王，让神的旨意真的能够完全的成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圣灵圣善的灵完全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
神是我们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神也是我们唯一的喜乐、唯一的盼望、唯一的良人、唯一的恩友。求我们真的跟随主，每一天在爱中与主相遇，将全人献上给他，好不好？再一次一起唱，将我全人。我们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荣耀你，主啊，感